不要让韩流越来越嚣张，华流才是最屌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琼。所以说网友都是周学十级研究者，现在连周杰伦9年前在沸点颁奖典礼上说的那句名言都用来变装。不要让韩流越来越嚣张，华流才是最屌。我们不要崇洋媚外，这是我从刚出道一直到现在自己的精神。播放量将近9亿，你别说，在大会上15年前的经典老歌《本草纲目》还真有。跟我走，我教你什么是真正的唱歌。唱日出，唱日落，唱月升，唱星星闪烁，唱烦恼，唱欢笑，每分每秒。那歌就唱我的歌。咱就是说，刘昊然怕不是掉到了悬崖底下，然后获得了什么武林秘籍？这唱日出、唱日落，雨夜还微笑，就直接一首《漠河舞厅》彻底颠覆了他阴痴的形象。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，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。曾经都是穷叉叉全明星的一员，如今刘昊然偷偷练歌，这是想卷死其他人。晚星就像你的眼睛，杀人又放火，你什么都没有说，夜风惊扰我。最近爆红的当然还有这首《我不是刘德华》，大家都被四大天王洗脑了，播放量超过4亿。这首歌是由两个00后新锐歌手创作而成的 ，rap 中间还致敬了一段《家有儿女》的歌词。好家伙，80、90后的青春被俩00后安排明白了，这是。我说爱呀爱呀，可不可以让我哥开玩笑放松的角落？但放松的角落，许多许多糖果，还有童话故事，拜托竖起耳朵。现在的全是意外，丘比特挂是个天才，因为你的老的无处不在，那就不能走兵，我心怀快，必须快呀，哎。咱们下一路相伴。我不是刘德华，不给你唱忘情水，也不是张学友，我不给你唱吻别。但我想郭富城对你爱不完，变成黎明笑着给你唱五零分的浪漫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